上班的工资，那也写上有我这一半。不是，人家他们不讲理。我说过这个事儿，我说那个公司我不能给你啊。他说那要是结婚了，那就都是一半了，何必给不给写不写的？对呀、啊。他美国法律就这么规定的，他没必要那个干什么？就是。他在这长大的，他知道怎么弄，怎么个法律。